你们为什么打架？雅加塔说里面怪兽多，我觉得奥特曼多。就是怪兽多。停，你俩别争了，我帮你们开，把它开出来就知道了。好。布鲁克群星版第九弹有超级多奥特曼，还有隐藏款，一共九个，我们开抽。黑暗迪迦，黑暗迪迦我喜欢。出生于黑暗的暗黑巨人，拥有超强战力，是迪迦奥特曼原始的形态。黑暗迪迦完成，你看头部是磨砂质感。黑暗迪迦算雅加达得一分。你再抽。是钢铁九号，集众多机器人能力为一身的杀手机器人，想消灭赛罗等人，不过他后面变好了。钢铁九号完成。雅加塔又得一分。我不服。第三个金骨桥，宇宙机器人金骨桥是由特殊金属构成，曾经轻松破解赛文奥特曼的绝招，并击败赛文。真不错。诶，你在哭什么？都没有奥特曼的。诶，停，我现在就给你抽奥特曼。来啦，维克特利奥特曼，你不要哭了，奥特曼来啦，你看他的腿还有攻击特效，造型也是相当酷。这次抽两盒怪兽古敦、黑暗路基艾尔，这个帅。积木搭建，如果你喜欢我拼的奥特曼积木人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。最终反派 BOSS 黑暗路基艾尔，虽然他是反派，但是这个造型我非常喜欢。怪兽谷都拿着两条辫子，不好，维克特利奥特曼被包围了。哈哈哈，5-1。不要抽隐藏款，帮助维克特利奥特曼，是银河奥特曼。两个一模一样的银河奥特曼，那就让你们合体吧。银河双枪奥特曼完成。古敦，是不是你欺负我家维克特利奥特曮？终于3-5了。来，最后一盒，是不是我的隐藏款？是银河奥特曼史特利姆形态。可惜了，没有抽到隐藏款，不过抽到银河奥特曼也不错啦。战场异常激烈，银河奥特曼再合体，银河三体奥特曼完成，恭喜你贾克斯，你输了。这里我喜欢黑暗迪迦和黑暗路基艾尔，你们喜欢哪个奥特曼呢？